Baby， 接着为你介绍这首歌，我相信当爸爸妈妈的一定有很深刻的感受。那我们家那个呢，今年是念国三，哈，然后好，我打你的广东也要播呀。今天呢，你猜猜看，找找看。好。喂，稍等你哈。喂，喂，喂 ，OK， 坐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阮囝卡来了。喂喂，赵丽，我跟你讲哈，现在妈妈站在台北的国际会议中心哈，在舞台上跟很多很多一些叔叔伯伯阿姨在唱歌哈。那你现在呢，代表妈妈跟那个观众朋友打个招呼。OK， 好，你等一会儿啊，你会讲啊，你等一会儿啊。啊，来讲，你讲啊，来，大声一点，现在讲，现在开始讲。他，观众们好，谢谢你们支持我妈妈的演唱会，谢谢你们。喂，你等一会儿，因为这通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。
好了，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哈，回去零用钱给你加一点。啊，那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不过那个你功课做了没有？还没做的，啊，做完功课就洗澡哈，洗完澡就睡觉啊。那好了，好了，你就这么多了啊。OK， 明天回去妈妈给你带你要带的东西。OK， 好，拜拜，跟那个叔叔伯伯阿姨再讲一个，拜拜。讲，现在讲。拜拜。谢谢，因为我们家那个小朋友呢，你可以从他从小到大的一些喜好呢，可以知道他的成长的过程哈。他小时候最喜欢看那些卡通影片哈，小孩子，我记得最早他喜欢看什么龙猫。龙猫完了以后就什么红猪啊、天空之城啊、小魔女宅急便啊，到了小学以后呢就喜欢看什么乱马二分一啊，再下去呢就喜欢什么灌篮高手、樱木花道、柯南这一串。然后去年呢他竟然就是一年的时间把金庸的全集全部看完。这个还不打紧，金庸看完了就追古龙。古龙，我想就古龙最近在追什么什么那个这个什么楚留香啊、小李飞刀了。紧接着呢，他像上次我回去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叫我带最新的《哈利波特》。好，那么这一唱我今天唱完了，明天回去的时候要给他带《龙族》，就拢订好起好啊，那别个别户一看呢。然后我很会养呢，他94公斤呢。你说听起来你要开心还是不开心呢？每一次跟他买裤子，腰围跟裤长一样，很玉足嘞。就是小孩子，你说现在什么94公斤？想当初那第一天生下来的时候才2公斤半，这个。我一直很怀念，像做到2公斤半抱在怀里头的时候，软软的，像个肉团一样，好舒服。不过现在不过了，没来抱一只脚也不行。所以有时候想想，妈妈呢，做妈妈做父母亲的，唯一在缅怀自己小朋友小时候的这个过程的时候，唯一从照片里头来去回味。我相信做妈妈的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小孩子的照片绝对不可以没有。我不单单照片哦，他第一次剪下来的头发我也留哦，还没有生下来的照片我也留，超音波的啦啊。然后第一颗掉下来的牙我都留呢。不过今天不跟你分享这些，分享他的某一部分的一些小孩子成长的照片，还有一段我4个多月给他录下来的声音，你要听看吗？那将来会唱你歌了呗。心肝宝贝。